们六年甲班和老师共同完成的留校作品。介绍因校园内中心增建的树林台，台顶的学生有满满的骄傲，因为这是因的毕业作品，竟然会当用这款的方式留在校园内。很好，很好，做纪念。人家介绍说这是他们做的，然后会长觉得引以为傲，然后校园里面有他的东西，他们更珍惜这个校园。这是大美乡的联美国小每年在举办毕业典礼之前，拢会针对六年级的学生作品进行评选，然后搁再设计用各种的建筑方式，将被评选出来毕业作品留在校园内。校长戴良昌表示，用这款的方式，学生会当有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，毛好校园看起来更加美丽。我们联系八年，我们都有请毕业生留下他们的毕业作品啊，我们希望他们毕业以后会怀念我们的联美国小哈。联美国小园内现在除了有毕业新创作的树林台，阁有为了鼓励囡仔活动，设立一个停机坪，只要学生有真好活动表现，相片都会当放伫遮。陈良昌表示，效果袂歹，因为这里有展优课程，展优课程可以让大家练习自己的发表能力。很好。怎样很好？因为可以在这边玩。小朋友觉得很有成就感，那我们学校也很高兴。虽然我们学校虽小，但是我们希望把联美国小，把这个小而美的特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。联美国小虽然只是一间无甲一百人的小型学校，不过为校方来就当看出来，校方真正用心，嘛将因多元合作成果，透过校方的作品展现给大家看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